等，要不要来？要不要？哎、欸，你讲的好像是人家都靠，突然讲的好像我真的靠奶好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欸、不是，假面闺蜜啊，不是说你假面闺蜜啊。锦香，要到你最期待要玩的地方了。你要等一下吃一个可以精神好吗？干嘛？你现在精神很不好吗？吃饱。对，吃饱有点想睡，这样随便吃是两个小时。那你知道现在最需要什么 ？Rap 吗？没有没有，海盗船。会直接取掉。WML。对。我没了。真的。第一个真的很吃哎、欸。那你当第一个，绝对是你做第一个。我觉得越厚越容易吃。我没差给你选，我是一个随和的人。哇，他言下之意。没有，他是一个偶像啊，啊，他头发湿了能看吗？他就会觉得很焦虑啊，所以给他选择他一个可以安心管的位置。啊，我本来就是一个工人啊。工人。工作人。毕竟你也算是球精，也是工人的一种。对，工人啊。对。但我真的不是很想玩游那个海盗船。除非你愿意跟我拍抖音。就不玩那个就不能站着齁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看我那只？抖音有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我必须直接打开来给你看。海盗船哦，啊，你下车，你下船的时候有没有就开始在那没有，因为我有分心哦，所以我有在拍一些抖音的影片，所以那天玩玩海盗船倒是还好。那个你知道那观看有多高吗？2.2K，2.2M 哎，哦，220万。对，要不要来？要不要？哎、欸，你讲的好像是人家都靠，突然讲的好像我真的靠奶好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，假面闺蜜啊，不是说你假面闺蜜啊，把推下水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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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觉如何啊，林香？印象很深。耶！Go go go！ 嗨起来，对面的。你们看到谁吗？哎呦！哎，很荣幸跟我们一起玩同一艘海盗船。嗨起来！观众朋友，嗨起来！直播吗？了啦！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各位嗨起来！我已经玩完了，大家拜拜。很开心带你们来玩花莲海洋公园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